你被导演组单独安排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小黑屋里面，你觉得奈奈和 Max 发现爸爸不见以后，分别会做什么？首先，奈奈会先哭，因为她紧张了。弟弟看到她哭，弟弟也跟着哭。弟弟就是那一种有样学样那一种，对。哭完以后，他们就去找你，最后找着找着找到了这间小黑屋。但是大家进了小黑屋以后，这小黑屋有魔力，出不去。所以我们三个人都困在里面。导演说这个时候你只能先救其中一个宝宝出去，你选择救谁？这个最难做决定了。谁哭得厉害，谁就先出去呗。啊，这个好难哦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样啊。这个真的是，我真的不知道哎。所以你会假先如我救谁？先救奈奈的话，Max 会哭得很可怜。先把 Max 推出去，不行。假如我有信心的话，那可能我会硬着头皮把一个救出去，然后再回来救另外一个。但是你没有。假如我有信心的话，我会，然后我可能我会把小的先放出去，跟大的说，哎，我很快一定会回来，然后我一定会回来，所以这个题的答案，你是决定先把 Max 推出去。一定有时间，我才会这样子如果做。这个时候另外一位爸爸知道的这个情况，不顾导演组的一切阻拦，冲进来救了你另外一个宝贝，你非常感动。对。这时候作为一个交换条件，对方想要把你的孩子许配给他，你同意吗？就是有生命危险的，所以就等于救了他一命。是。许配给他的儿子，不好意思，不是他。可以，就让他们在一起吧。对，然后我会好好的去把关，我会帮另外一个洗脑，让他变成一个好男人，我有信心。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